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天能走丢两次？小点声。没事，睡着了。我哪知道啊？他不是说解什么题吗？解什么题啊？啊？不，机场说那题只能在机场解吗？怎么见了新鲜玩意就解一次啊？那我怎么知道啊？他解什么题？凡凡，那个方一凡，方一凡，你弟弟他解的是个什么题啊？是说个什么数学家叫陶什么？陶哲啊？不是陶哲，他说那唱歌的，陶哲陶哲明，陶哲轩，陶哲轩，哎，陶哲轩是谁啊？你问他，他怎么知道啊？哎，我怎么就不知道了？陶哲轩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一数学家，是一天才。他平时主要研究偏微分方程、组合数学，还有这个数学论。24岁就被 UCLA 聘为教授了。他的智商230，超越了那个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，还证明了爱尔德式差异问题。啊，行了，儿子，啊，你这从哪儿知道这么多？呵，这知识量够丰富的。是啊，凡凡，你从哪儿学的这是？啊，哎，这不就数学吗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刚知道的。啊？谁一查都有。哎，要死！我还以为这哥们是你偶像呢。哎，妈，那个我记得4年前磊儿不是这样的。他不会是学习把脑子学傻了吧？你才学傻呢！你懂什么呀？他这个叫天才，天才就是这样。你要是能这样，我就烧高香了。啊，不，天才啊！确实有别于正常人，但以后咱还是得小心点，这老走丢了他也不是事儿。来，磊儿，欢迎回家。来，快进来，快来，快来，来。你这个新家没来过吧？啊，这是客厅，我跟你小姨夫住账啊。今天太晚了，明天白天我再带你好好看看。好，好。方一凡，哎，方一凡，哎，来了。你那个什么，你去爸爸妈妈屋里去洗澡去啊。你把这个卫生间留给磊儿。行，那我给他拿个毛巾去吧。好。哎，来，我带你去看一下房间。这是餐厅啊，这个是厨房，来。那。这是卫生间，你跟方一凡就用这个卫生间哈。这是凡凡的房间啊，这是你的房间。哎呦，谁把箱子给我拿进来了？我拿。你赶紧给我拿出去，我都没擦呢。忘了。真是。没事，小姨，我正好拿条短裤。不用，你看。啊。那，我全都给你买好了，新的都洗过了，你放心穿，放心用啊。这袜子、短裤都有。谢谢小姨。这个柜子放其他的衣服啊，桌子我给你腾空了。那。这两个柜子底下都是空的，你随便用，好吧？好，就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拿这儿当自己的家，心里默念100遍，好吧？哟，这空调，方一凡，哎，方一凡，你来教磊儿用一下空调啊。行，那这给你啊，这是你的那个浴巾，然后咱们家一共2卫生间，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。奶奶，你包请人吃。你装什么装啊？把电视关了。啊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今天孩子们在车上，我给你留面子。你先自己收拾会儿啊。那么严肃啊？你妈几个意思呀？哦，我妈怎么了？你说你妈怎么了？不是，你我妈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你听见什么了吗？我都听见了。你怎么还偷听啊？我需要偷听吗？你妈那么大声。你妈说，磊儿来了影响方一凡学习，还有你爸，什么意思啊？当着孩子面说这个话？你以为孩子不懂事听不懂啊？啊，磊儿现在本来无依无靠了，他这么一说，磊儿怎么在咱们家住啊？我爸你还不知道，他就那样，对不对？他
他这说话也不走心，这想哪儿说哪儿。他不是心疼自己孙子吗？他比较自私，你知道吧？我妈不是以为你走了吗？他在这儿跟自己儿子叨了几句，你这非得听，竖着耳朵。那你别听这段就完了呗。哦，合着还是我不是了？不是你不是，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每次我们家的事儿他们总要插手？我从来不强迫他们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好，这样，我妈有错，我现在正式向您道歉，行了吗？不接受，态度不好。那我这样，我认真的。小姨啊，那个水我不会弄。哦，来，我来教你。嗯，你给我等着。啊？犯错了？等着挨呲儿吧。那你拔，上面出水了，然后这个顶进去就是这个出水，好吧？然后你赶快洗，洗完以后把那些脏衣服你就扔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小姨明天给你洗啊。不用不用，小姨，我自己都会。你会什么呀？不用不用，你这明天高三了，没时间洗啊，赶紧把这个脱了，好，快点啊，抓紧时间，明天一早呢啊。好。接电话，你别着急啊，给我妈打个电话。你看看你的卷子都给你乱七八糟的，哪像个学生的样子？我跟你说啊，磊儿刚来，好多情况不了解，那在家不怕，有爸爸妈妈，在学校你就要多带带他啊。我带他啊？妈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我努力学习成绩也就他的一半，应该他带我。不是说你成绩，我是说磊儿是县城来的，对北京不了解啊，我怕他在学校闹什么笑话，你们同学到时候笑他啊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好吧，这样呢，我一会儿先去找他了解一下这个情况。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，把敌人的情况了解清楚了，我才知道怎么带他。方一凡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他不是你的敌人，你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。他是你的兄弟，他跟你有四分之一血缘关系，听见没有？你把这话给我重复一遍。磊儿有我的四分之一血缘关系啊？不不不，我有磊儿四分之一血缘关系，不是？到底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是有四分之一血缘关系的兄弟啊？我们是有四分之一血缘关系的兄弟，我们是兄弟。你要照顾好他啊！你不需要那么清楚的了解他，但是你要带他清楚的了解学校，听明白没有？啊，好啊，赶紧洗澡。知道了，不许玩手机了。这学校，我就欠你了。没事，好好好，那挂了啊，挂了。哎，也不在姥姥那儿。那个，刘正联系上了吗？刘正也不接电话。跟你说呀，八九不离十，就在刘正那开车呢。哎，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？才好了一天，又不回家了，也不跟咱们说一声，让咱们在家里干着急。你看，哎，行了行了。你别着急了，别着急了，咱先吃吧啊，这菜都凉了。哎，不吃了，没心情，气都让他气饱了。来里边随便坐啊。嗯，来，拿吃。谢谢哥。哎呀，你来这站着，坐坐坐，别那么紧张。凳子呀，谢谢。怎么跟个机器人、跟个木头似的？我叫你干嘛干嘛，放松一点，这样活动活动，这样活动活动。哎呀，磊儿，哎呀，你我拿着也不吃，我跟你讲，别那么紧张，这自己家里放松点。表哥。你天天叫我过来是什么事儿啊？嗨，我光顾着看见我都忘了。你不是刚来北京吗？表哥呢就想跟你聊一聊，并且咱们俩互相了解一下，因为咱们还要朝夕相处那么长时间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你有我四分之一的血统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我有你四分之一，不是也不对，
不怎么说了，我妈怎么说了？我们文什么？我们俩是有着四分之一血缘关系的兄弟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有四分之一血缘关系兄弟，对对，我们是兄弟。我给你倒了杯牛奶。刚才我在外边听见磊儿跟方一凡俩人还聊得欢声笑语的，行，哥俩处得不错，挺好。我安排的，我让凡凡多带带磊儿，多跟他聊聊。我怕磊儿自卑，又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还要看别人脸色。你们方家没人管，我不能让方一凡管管啊。嗯，磊儿这孩子，别说啊，真是不错。你看到咱们家，不能说是这个叫寄人篱下吧，起码到了一个陌生环境，还是能适应。而且你说刚才把卫生间打扫那么干净，这孩子还是细心懂事儿啊，挺好的。就是这个，就是什么呀？哎，你有没觉着磊儿这个脑子呀？我不是说他脑子有问题啊，我是说他就是有点异于常人。你说一大活人就一天能走丢两回，以后跟咱家还得待一年呢。那这么大一北京。你说他万一是吧？咱俩现在看着一个孩子够费劲的，这俩孩子咱一块照顾着。你什么意思啊，方宇啊？孩子就在隔壁躺着呢，我把他送回去是不是？我不是这意思。你不是这意思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谈没谈恋爱？你肯定谈了对不对？没有。老家是不是有？真的没有。你是不是怕小姨小姨夫知道不敢说呀？没事，你告诉我。你不是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啊？咱们这个年龄段谁都有个欣赏的人。那表哥你有吗？我当然有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欣赏的人可是学霸呢。哎，你看，这成绩厉害吧？那还行。什么叫那还行嘛？这叫翩若惊鸿，宛如幽龙，女神好吧？那还行。那表哥。嗯，你们认识几年了？哎，我给你算算啊，从幼儿园不，从小学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，我看啊，哎，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吧。这么久了，那是挺厉害的。厉不厉害跟你也没关系。行了，我洗澡去，你在这坐着等我啊。嗯。等会儿，磊，你这是什么呀？不是，你怎么，你穿个里边背心干嘛呀？哦，妈妈让穿的，妈妈说得护着前胸和后背。是，磊，你听表哥说，你妈妈呢说的没有错。不过你来了北京这才几月份，你就穿这么多了，你不热呀？行，从今天开始，把你这些奇奇怪怪的跨栏背心，还有未来天冷了你要穿什么秋衣秋裤的什么都不要穿，全部扔掉，不要在那儿出现，好吗？啊。表哥，你们北京人这么抗冻啊？是你太耐热了。方圆，我觉得你不爱我了。哎呦，怎么上升到这高度了？哎，我，哎，好，行，哎，行，好了，我错了。我本来心里面就没谱，你说这么多，我就不该说，好吗？啊，行，都是我不好，行。没有不爱你，我怎么会不爱你？我就不爱谁，也不可能不爱你啊！好了，媳妇儿，不生气了，我这也瞎操心，是吧？啊，好了，我知道你肯定想着说磊儿来了，啊，你没把他照顾好，对不起你姐姐，你姐姐在天堂肯定都不开心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我知道，好了，宝贝，嗯。玩爽了没有啊？爽了，可不爽了吗？这人都没有了，差不多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行啊，哎，我问你，你来我这儿跟你妈说了吗？没说。你，等会儿，把我手机给我拿来。来了。哎，你来我这儿怎么不跟你妈说一声啊你啊？刘总，谢谢啊。哎，你上来，来。你自己看看多少个未接电话啊，不给我埋雷吗？
喂，安姐，你怎么一直都不接我电话的？你想急死我呀？洋洋在你那儿呢吗？在我边上呢。我跟你姐夫都要出去找人了。他也是的，去你那儿怎么都不跟我们说一声呢？你也是，他不说，你也不说。不是，我以为洋洋已经在你那儿知会顾一声了呢。你先赶紧把他送回家来，立刻，马上。好嘞，好嘞，马上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少不了就挨批。走了，舅，我是真忘了这事儿了。他走了六年了，刚回来不到一个月，我真不适应。你怎么不说你忘了吃饭跟喝水了呢？赶紧换衣服去，我可不会给你挨骂去。不用去找了，他在刘征那儿。这个混小子，让他别回来了。揪住他舅舅的车厂里，这个家呀容不下他。妈妈，我已经到北京了，小姨和小姨夫已经接到我回家了。北京真的好大呀，他们今天接我走的是三环路，他们那个路上有好多好多漂亮的楼，都特别高，然后我也见了好多没见过的东西，吃的也挺好的，就是有的和老家不太一样，我慢慢适应一下。表哥对我也挺好的，他还说要教我玩游戏。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，好好学习，好好努力，要考一个好的大学。妈妈，其实我想你了，还有好多。哟，没走啊，表哥？不会，你刚才没说让我走。哦，这样。你刚才说的是让我在这待会儿。那你就先玩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雷二，雷二，表哥问你啊，哎，你是不是有点想家？嗨，没事啊，别想了。那个，正好我一时半会也睡不着，你就在这儿陪我聊聊天。来吧，来吧，哎，过来，来团团来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给你摆好了。来，靠着，靠着。对，来，过来，你看着啊。还好好说，我看啊，这小子就是欠教育。这两天没给他好好说吗？这小子眼睛里根本就没有咱们。你不知道你儿子吗？那吃远不吃硬。爸，妈，我回来了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都几点了？都十点了。爸，我刚才……我什么我？你妈想着咱们一家三口好不容易团聚，从五点钟就开始做饭收拾家等你回来，你呢？我们等了你整整五个小时，就差出门报警找人了。你倒好，在外边撒野，你跟我们说一声呀。什么叫撒野啊？我没撒野，我去我舅那儿开车了。你还有理了是吧？你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开什么车啊？我都说了，我想做赛车手，像韩寒那样。韩寒个屁，全中国就一个韩寒，考不上大学你人生还有什么希望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少跟你舅舅混，学不了也好。你骂我可以，你别骂我舅，我是舅舅他们养大的，你没资格说他们，你还得感谢他们呢。你再说一遍。啊，行，你干嘛非得发那么大火？你就不能好好说话？哎呀，这下容不下他了。团聚，没法团聚了，团个屁团！
下的跑道，记忆中好长，我在你身后看你嬉闹歌唱，感受你所有欢笑哭泣和忧伤，却默默数着日子不敢生长。你一点一点走出我的视线，却始终走不出。蕾蕾，以后的路都要靠你自己走了，妈妈不能陪着你了。遇到重要的事情你可以和小姨商量，她是妈妈最亲的人。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上一个好大学，一步落后，步步落后，没有给你创造一个好的条件。你学习这么好，妈妈希望你能够考上清华，去最好的学校，改变命运。今天是2018年9月1号，高三正式开学的第一天。这一天在我们不经意之中就这么悄悄地来了。这一天意味着距离高考还有一年的时间，啊不，只有279天了。哎呦天哪，这其实才5:40多，还不到6点，你那么早叫我干嘛呀？早什么呀？今天高三正式开学第一天，你不早点起，让两个孩子开点好头啊。磊儿还没有正式仔细看过学校呢，还留点时间让凡凡带他转一转。后还得转一年呢，这着什么急啊？雷儿，哎，小姨，哟，都起来了啊？怎么起这么早啊？我5点就起了。你昨晚睡得还好吗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还习惯吗？嗯。你不能这么早就起来啊！你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身体，得保证身体。嗯。你这个成绩只要正常发挥，哪个学校都得抢着要你，所以你不能生病，听到没有？嗯，没事的，小姨，我平常也是这个点起。你听小姨的话啊！哎，你早餐想吃点什么？小姨给你去买。我其实都行。嗯。嗯，那我买回来，你挑。嗯。那你抓紧点，咱们一会儿就要走了啊。好。谢谢小姨。啊、嗯。方一凡，方一凡起来了！你看弟弟，5点多钟就起来了，起来写作业了，快点，别睡了。方一凡，要死了！你都睡到这头来了啊？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小懒猪！嗯，小猪快起来了啊，快点，快！你把窗帘拉开干嘛呀？不拉窗帘你怎么醒呢？啊？你再睡5分钟。你再睡5分钟啊？嗯，还困呢？你是跟你爸一模一样哈，再睡5分钟，不着急啊。啊，睡吧。前方有敌人。有敌人？哪有敌人？前方有敌人。哪有敌人？妈妈，快给我8倍镜！妈妈，给你8倍镜，我给你1巴掌！快起来了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赶紧醒醒！你今天第一天上学，你想迟到啊？这哪儿弄的音响？哎呀！儿子，哎，拉完了吗？哎，你先忍着吧，我这刚进来，你招磊儿去，他都进去好久了。他那都已经接近20多分钟了，你快点，你爸憋不住了。那没辙了，要不你就先忍着，要实在忍不住呢，你就拿个塑料袋先兜着，回头正好浇坏啊，天然肥料。听这玩游戏。
哟呵，回来了。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呀？啊？哎呦，我这排队上厕所，俩坑都占上了，我憋坏了。你憋会儿吧，孩子现在资源优先啊，控制点。这能控制住吗？我要能控制这个，我不成神仙了？人有三急，这……哎，对，我跟你说，磊儿啊，进去有半个小时了，是不是水土不服闹肚子呀？磊儿，磊儿，磊儿，哎哎，吃早饭，吃早饭，怎么回事啊？说你待了半个小时了，啊，怎么身上都湿了？没事，没事，吐了？没没没没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有，小姨，我其实有点慢。哦，没事没事。赶快来，你看我给你买的。哎，爸，我上厕所了，你去上去吧。哦，你去上去吧。我去上去吧。没什么感觉了，怎么样？来，这是粥，这是豆腐脑，这是豆浆。行了，赶紧吃啊！十五分钟以后咱们出发。嗯。方一凡，你又坐在这儿跟个大爷似的，你能不能帮妈妈做点事儿啊？啊，碗呢，筷子呢？你快快去拿去，什么都得妈妈伺候你。不是每天都我拿，那我还每天给你做饭呢。我帮你点吧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好了。哎，彤姐，彤姐，你注意点方法，你喊什么喊？你把磊儿都吓着了。磊儿，我不是说你，你过来，你不知道在哪儿。这么一大早就有访客啊？彭女士，这是您的唯品会快递，请您接收一下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哟，快递啊？你妈买的什么呀？我给你们俩买点保健品、营养品，补补脑子。哇塞！你买了这么多药，不是这么多营养品干嘛呀？比商场便宜好多呢，便宜一半。那行行，搁下来。妈，你起来啦。你，我是不是起晚了？没有，我五点多就起了。你起那么早干什么？这不是早上起来头脑清楚吗？我就跑了个步，再做个听力。哦，那我赶紧给你做饭去。啊，不用，我都已经给您做好了，您趁热吃吧。我先去上学了。哎，英子，妈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那个。那部蚁人你还没看过吧？没看。哦，那下周要是有时间，妈妈请你看呀。行啊，都听您的。啊，那个，以后别给妈妈做饭了啊，妈妈会心疼的。那我走吧。南阳起来啦。啊，你快来吃饭吧，你爸给你煎鸡蛋呢。不吃了，我不饿。哎，洋洋，洋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放学不回家，开车开到半夜，昨天还给咱们拉脸子发脾气，刚才摔门。怎么，他还想让咱们给他赔礼道歉是不是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他小时候跟咱们挺好的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混呢？难道我们做错了吗？咱们说不定啊，从一开始就错了。我们哪错了？可能当年我们就不应该走，至少我应该留下来。老金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咱们是怎么过来的？咱们两个去过安徽、山东、江西，还圆过青海。你这官位是步步高升了，可咱们跟洋洋的日子就越来越少了。
一开始是把孩子先放到你的父母那儿，你妈去世了，又放到我爸妈那儿。孩子说的没错，咱们两个就没尽到当父母的义务，没有权利说的。我承认，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理解我。我不是个官迷，年轻的时候我就是想先把业力起来，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做点事儿。可是到了这个岁数，回过头来想一下，业是立起来了，可是自己儿子差点都不认我了。有时候我就想呀，我努力了大半辈子到底是为什么？如果可以重新选的话，我现在肯定选个事业单位，熬到退休，我就在他身边，我哪也不去。说的简单，要是让你重新选的话，你还会选这条路的。我现在真的是想，你还是别坐那么高的位子，别升那么高的官儿，还不如在一个大学里面踏踏实实的当个老师，咱们一家子能和和美美的在一起，多好啊。你说你现在忙成这样，当年你妈去世，老太太为了见你最后一面，硬是不咽最后一口气，结果你还是没赶回来，最后还是你儿子替你尽的孝。对不起我妈呀。好了好了，一会儿还上班呢，都过去了啊，都过去了。哎呀，你说我连哭都没有自由。哎，吃饭吃饭吃饭。我想把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变变。你怎么变呢？我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，长远目标呢，回归家庭；近期目标呢，尽量抽时间多陪陪你们，多做做家务。对，就从做早餐开始。以后只要我不出差，早餐我都全包了。哎呀，你这个长远目标啊，我看只能等你退休了以后才能实现呢。瞎说。等我忙完这段时间，我带着你和洋洋去香港玩一趟，逛逛街，购购物。你不是一直想咱们全家去趟香港？去香港不也得跟组织上申请吗？等这个申请好不容易下来了，说不定你又要临时开会、出差视察什么的。那哪天能去啊？你能说得准吗？行了，你就别定这个目标那个目标的了，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。你也知道我为什么要去香港。咱俩是1997年7月1号结的婚，我那时候就想呢，以后每年的结婚纪念日能去香港转转，多好啊！这一晃，都21年了，还是等你退了休以后再说吧啊。哎，娘娘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那个，我水杯忘哪了。哦。洋洋，这拿着，早上不吃顶不住的啊。行。谢谢。
儿子刚才说谢谢你，你就别生气了。你再生气，他也是你儿子嘛。你们俩那倔脾气一模一样的，那不都随你了？哎呀，我知道生气也没用，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别人家那是三天一大吵，两天一小吵，咱们家是天天吵三吵。可能真是自己年纪大了，我真弄不明白这小子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。正常正常，咱们走的时候他才多大呀？现在都快比你高了。那他想什么，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将来要做什么，咱们都不知道啊。慢慢来吧啊，你想这些没用的，抓紧时间吧，要迟到了。嗯。哎哎哎！你没事吧？啊？没事没事没事。我最近几天老是头晕，可能是换季闹的。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吃几副药调调？啊，不用了不用了。管理的事儿那么多，我又刚调回来，不好请假，回头再说吧。等我退了休啊，天天陪你。让你早点早点吃个饭，你都磨磨唧唧的，堵成这样你满意了吧？我怎么卡点起啊？我这早上着急忙慌，我连厕所都没上，我早饭吃啥都没吃，这不就快到了吗？你着什么急？方圆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现在家里面两个高三的学生，你以后给我有点紧迫感啊！我现在就非常有紧迫感，我能不能先找个厕所下解决一下啊？不能，憋着。蕾蕾，入学手续我都给你办妥了啊，跟方一凡一个班，今天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凡凡啊，实在搞不定给我打电话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小姨。我高三了，换了个新环境，肯定还是有压力吧？啊，蕾蕾。嗯，还行。没事，有压力也正常。小姨跟小姨夫跟你一起扛啊。谢谢小姨，谢谢小姨夫。那我不客气。动都不动，哎。铁棍儿，铁棍儿在门口。行，那个爸妈，我先走了，这点路我自己走，跑过去。方一凡，哎，方一凡，你慢点。你慢点。蕾蕾，等一下啊。嗯。哎呦，先走走走走走！看见了，看见了，这有一个车位，前面有一个车位。好好好，看见了。亮儿，走走走。你站着干什么？进去。啊，我等我弟呢。老师，来，这是我外甥李磊啊，磊啊，这是你班主任李老师。老师好。嗯，你好，进去吧。啊，好好的啊。走，这边是吧？我送送你。家长就不用进了，方一凡带就可以。磊磊，有不懂的问凡凡啊。哎，知道了，小姨。好嘞，妈，你放心吧。李老师，我能借用一下里边那卫生间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都往后退。现在开始啊，这些人全部都算迟到，站一排。站好！哎，你看这钢琴没有？哪天我给你来一段。表哥，你还会弹钢琴呢？啊，那是，小时候就因为钢琴这事儿啊，跟你小姨天天在那吵。啊！中午午休的时候都好多人拿来看，你也可以到时候拿两本。你看啊，这不有什么足球社、舞蹈社？嗯，对，你看这边。嗯。然后厕所呢就在这边。嗯。哎，一说厕所就来。那个，我先去趟厕所，你先自己过去啊。啊，那我等你好吗？不用，他们又不吃了你，你先去适应环境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去吧，啊，也行。
同学，你找谁啊？勇敢。